2016年的11月12号，再次来到整个福建厦门的华安土楼群，我们会参观21楼、东洋楼以及南洋楼的部分。在2008年当做世界文化遗产哦，已经有走过了，再次的莅临。今天的天气大概在23度到24度，还算还不错。虽然天气不用像上次稍微比较蓝，那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在右手边可以看到他们的土楼的房子了哈，但是更完整的话是在这里面的圆楼的部分。幸福福建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报道，拜拜。